英俊还在这陪着小宝呢，是吧？小宝胆子小，你陪他一会儿是吧？我吓唬一下英俊，我看拍床他有没有要跑的感觉，让他转过去的。你又转过来就像打盹儿。被震醒了一下，敢不敢再转过去？看英俊害怕，完了立刻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显示出他的胆子很大。也不知道咋的，英俊见小宝出来，他可兴奋了，跟在这，你瞅瞅瞅瞅，跟着跑，跟着转悠。上外屋去吧，宝宝。谁钻里面了？嗯，把啥都当被子盖呀？谁？微微呀？灿灿下来，有毛病啊？这土整的，瞅你们，啥玩意儿呢？下去，下去玩去。我知道微微是你刨的，刚才看着你了，你不好意思啊，躲起来了。咋了？微微，你干啥呢？瞅你跟人似的，睡炕呢。哎呦我去，红军，你冷不防的吓人一跳吗？英俊，你是不是也要钻里啊？给盖上，他们就可喜欢这种。你是藏不住了，咱家就你一个和大黑尾巴。哼 灿灿，别整了，下去。